大家好，我是小婷心。这里呢，在香港山顶白家道富人区的边上。今天呢，又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马会消息吧。大家都是很关心香港的马会消息的，街上车来车往的各种豪车啊。现在香港六十家的门店呢都是开门营业的。今天6月1号了呢，这个月还是一样的，一周两次，周二跟周五。还没有新消息说一周三次的，所以继续等吧。今天6月1号有马赛在香港跑马地啊，晚上6:45。香港白家道富人区这边的风景呢真好啊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多多分享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